怎么做你不会感动至深，就像你不会阅读恰好我是散文，触摸着你身上每一分一寸，不再对视，感觉成了局外的人。爱不会一往无前，偶尔会有停顿，计较着无非是争取一些些安稳。我如果妥协是因为认真，无论再晚都会留一扇门。有些事说不清就不要刨根究底，装进不够细，归咎于事出总有因，借口却是关系有了距离，反正一句做到自己力所能及。会一往无前，偶尔会有停顿，计较着无非是争取一些些安稳。我如果妥协是因为认真，无论再晚都会留一扇门。有些事说不清就不要刨根究底，装心不够细，愧疚于事出总有因，借口却是关系有了距离，反正一句做到自己力所能及。有些事说不清就不要刨根究底，装心不够细，愧疚于事出总有因，借口却是关心有了距离，反正一句做到自己力所能及，做到自己力所能及。